童万杰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剧目，叫做《恐龙重生寻龙者》，当然还有恐龙共学哦。对，还有一个对啊。所以其实来这边看演出的时候，不但只能看到一个演出，可以看到两个演出，而且你会玩到很多很棒的设施。团长，这次你最为什么会想到想要做这样的东西？这样子。其实这次因为童万杰归为两年了，加上印象是十周年。那我觉得现在疫情很辛苦。我觉得希望是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充满欢笑，是的，然后忘掉这些东西。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其实闷了两年了，然后现在慢慢回归于正常，大家努力回归于正常，来到这边，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享受所谓那种小时候对恐龙的那种童真，因为童真就像梦想，你拥有这个梦想之后，就很像回到重新再让自己人生重新再开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对，希望大家有机会抽空来宜兰童话节，对不起。来到宜兰童万杰，恐龙重生，寻龙者。好，在这一段期间呢，我们的盛大的演出啊，我们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呢从2019到现在呢已经暌违了两年，这段当中所以呢大家的期待和盼望，那今年终于呢我们希望呢带动了市农工商的发展带动了这经济的发展因为疫情这段期间大家都很辛苦。我们呢遵照中央的防疫措施就是戴口罩及洗手量体温，
我们一届的设施都会遵照中央的指示，然后呢，为了我们的大家的安全，我们也在现场我们戴口罩，这个一定要最基本的啊，照顾别人也照顾自己，那这个很重要。那今年呢，依然国际同万节。这个呢，让宜兰县呢跳入的国际舞台，所以呢，今年的节目特别的丰富。那刚刚有看到的哈，我们困路一下啊，那呢时空的探索，还有呢，刚刚呢这个我们的时空战景，真的非常的精彩。今年呢结合了水陆空，那还有呢这个结合了文化艺术、观光美食。还有呢我们的恐龙亲子馆，还有呢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表演节目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国外的团队我们呢有所选择就是希望呢能够呢健康活泼快乐为主。那呢今年度呢我们希望呢这个园区呢大家呢能够呢来到了这个园区我们有消毒，把这个全面的园区呢都消毒得非常的干净消毒了好多次，希望呢都能够健康。那呢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呢，希望呢邀请到所有的全国好朋友来到美丽宜兰，那宜兰县的好山好水好环境。那现在呢我们也希望呢今年的同安节跟往年不一样，所以呢欢迎大家我们的全国的这些艺术团体都会来到宜兰县那还有呢我们的音乐舞蹈也都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呢记者会来邀请各国的好朋友，还有邀请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在7月2号到8月14号这段期间，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祝我们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宜兰国际同万节从7月2号到8月14号在这段期间呢，节目非常的精彩暌违了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会遵照中央的疫情的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量体温，这个我们都基本的防疫工作都会做到然后呢我们呢园区内也都消毒了，然后呢今年的节目特别的这个丰盛，那结合了水陆空酷热一下时空探索，那有我们的恐龙的亲子馆，还有呢结合了科技，还有呢观光文化舞蹈，还有水上芭蕾，都非常的精彩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因为呢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国外团队我们也有国外团队会来，我们正在接洽当中，我们希望呢能够呢安全大家健康平安，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今年的这个节目呢，刚刚有看到我们的火焰战景真的很棒而且呢这个水上的芭蕾也更精彩，而且呢我们开幕那一天呢有更好看的更精彩的还有呢我们有这个如果来到了同安艺术节租的门票，还有呢电子票券，还有呢同安的这个福利卡我们都能够呢让他们来抽奖有这个韩国的这个汽车起亚，还有呢我们的电子冰箱、洗衣机，还有呢 iPad、iPhone 都会很精彩的这些奖品都很精彩，奖品都很赞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美丽宜兰。宜兰县呢会因为有你们的带来，因为倍增了很多的光彩今年的同安节跟往年不一样我们结合了这些街头艺人，他们也会鼓励这些年轻人能够呢来到了我们的同安节，那看到了不一样的时空探索酷热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节目的精彩所以呢结合水陆空，这个都是很好看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全家福这个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妈还有我们的这个小朋友都能全家带来。还有呢今年的水质我们就是用了自来水这是我们宜兰县政府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呢对我们的健康把关，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呢健康，所以呢这个自来水就是由自来水公司来提供。宜兰县政府呢对我们的健康观光美食文化艺术我们都齐头并进，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来探索时空探索酷热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下水啊，下水啊，真的是好，临场感，
对今天这次看到这些恐龙啊，有什么感觉吗？恐龙就是我们的，就是不久的恐龙哈、啊。过去的时代，很久都没有见他，万年前，他是让我们的真实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演讲国际台湾节，能够这么近的近距离的，跟恐龙互动，有一种那个很真实的感觉，感觉真赞啊！我感觉今天真好，相信咱各位记者事先准备的，感觉到很好看，对不对？震撼，对不对？很有力量跟暴龙合照，嗯，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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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恐龙的亲子馆，那今年我们特别有在后面的后方草坪那边做盖了一个大的剧场，一次可以容纳400到500位的观众，那已经开放预约，现在大概每天预约都已经超过300个了哈，我们大概都提早一点在开放让大家预约，那目前我知道的是每天的预约都已经超过300个了，那每天大概会3场开放600个预约，那现场我们也会有600个现场排队的这个名额，所以一场大概就有400个名额。那那个恐龙的部分大概等一下到后面去，我们等一下可以展示，他们今天也在做彩排，那大家可以过去了解一下。那所以说今年的开幕也是在水上，那会有3层的舞台，然后有4-5个从国内外的团队一起的表演。好，谢谢谢谢。既然国际童话节7月2号开幕，欢迎大家，赞。临场感真的很赞，欢迎大家一定爱来看，因为这部特别赞，真的太棒了、哦。